请掀开经本第31面最后一行，过界淫尽一时。经文讲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段落。前面所说的，从这个正宗分开始，也就是第4品到第10品，讲的是法藏比丘修因正果。这一段历史不仅仅是让我们了解西方极乐世界，更深的意思是帮助我们建立坚定的信心，而尤其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效法法藏菩萨，我们要如何向他学习。前面一品，说到阿舍王子与500大长者，这一段公案里面有很深的启示。第一个，这些人住菩萨道，也就是说，他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46度。又曾经供养400亿佛，在世尊这个会上，是王子身份、长者的身份，可以算得上呢世间的贵人。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依旧有膈应之谜呀，还在六道里头啊，轮回。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事实？第二点要警觉的，虽然他们善根呢非常深厚，迟早啊会遇到缘分。可是，终究啊不能够避免长劫的流转。我们要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现象，闻道净土法门呢，没有真正发心求生西方，
原因在此地。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是诸佛如来在经中所讲的难信之法。修学这个法门最大的障碍不是在法门，而是在我们不能真正把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放下。这是根本的障碍啊。菩萨也难免啊，所以我们看到共400亿佛还不能成就。第三个应当警惕到的人生遇佛法，尤其是遇到这样殊胜的净宗法门，要不求待业往生。从前李老师讲的非欲即狂，他不是愚痴，是狂妄无知，把自己这一次的大好机缘错过。那么我们也曾经见到，也曾经听说过，有一些罪孽深重的人，临命终时，遇到佛法，生念一念呢，也确实能往生，这不是假的。可是我们要清楚，这些人绝不是侥幸的。那是什么原因呢？佛菩萨祖师大德跟我们说过，这是他过去生中的善因成熟，这个条件不难，我相信在座的同修都有啊。纵然这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对佛法怀疑，甚至对佛法排斥，你能在这个地方坐2个小时，就证明你过去生中决定有深厚的善根。所以我说这个条件不难。第二个条件呢，你在临终时要遇到善知识，这个事情难了。遇到善知识，善知识教导你，你当下就能接受，当下就肯听，这个事情不容易。第三个条件呢，不但你当下能接受啊，你还能真正发忏悔心啊。这样啊，一念十念才能成就，所以它不是侥幸的。我们
应当要清楚，要明了。那么在前面已经说过，法藏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因地当中他的宏愿，他的修学，他的成就，我们要效法他的智慧，他的毅力，他怎样克服了种种的障碍啊，成就西方极乐世界，非常值得我们参考，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在经上看到，西方世界一真主办，清净庄严，天行菩萨在往生论上讲的西方世界三种庄严，这三种庄严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第一个是教主庄严，实在说西方世界是一个学校，人生活在世间，我们前面讲过，天天都在学习，在佛法里面讲呢，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生生世世都在学习。中国人常讲，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我们要理解这句话，我们要用这样的心态来生活，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天天在学，无止境的在修学。当然，在修学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指导的老师，西方世界指导的老师是阿弥陀佛，老师好啊！这是第一个庄严。第二个庄严呢，同学好。那个世界的人确确实实都有爱心，都有慈悲心，都有真实智慧，他们没有妄想，没有烦恼，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执着，没有贪爱，没有嗔恨，没有嫉妒，人人都是好人呐，善人呐，我们在经上读到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的那个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我们这个世间人自私自利，贪嗔痴慢，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善少恶多啊。像《地藏经》上所讲的，阎浮提众生呢，阎浮提就是我们住的地球啊，刚强难化。西方世界全是善人，一个恶作恶的人都找不到，不但他们言语造作没有恶，甚至于说动一个恶念的人都找不到。我们常讲纯净纯善，这是那个世界。我们祈求升到佛国度去，佛国度给众生确实存在，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星球，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也不在我们太阳系里面，也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里面。我这个说法，诸位比较容易体会。如果要以科学家的讲法，他给我们是不同维次的空间。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世间，三维空间，这大家都晓得。现代科学家承认肯定空间维次是无止境，经科学的证明，确确实实有十亿维次空间的存在，但是现在不知道怎样突破。如果能把空间维持突破，我们生活的空间就扩大了。那么现在有许多人常常在谈起外太空，外太空的人到地球上来旅行，甚至于乘飞碟，他们的这个科技比我们发达。但是他们的空间维次不高啊，充其量四度空间而已啊，比我们的空间维次高一度，这个是可能的，是高两度以上，他们就不可能有这一种行为。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所以空间无限大，时间无限长，学佛真正的目的是突破空间，科学家不能突破，佛家可以突破。一些宗教里面呢，他们有能力突破，突破的层次，前身光霞不相同。佛知道空间维次怎么样形成的，这个科学家现在没找出来啊。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空间为次是由于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而形成。知道它是怎么样形成，于是就有方法突破了吧。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这个界限就不存在了，就突破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有不少的宗教，他们修定，虽然名字不叫做禅定，而甚至呢，它确实是禅定。像我们最平常看到的宗教里面的祈祷，默祷，祈祷啊，非常接近禅定啊。中国道教，他们用静坐的方法，也能达到这个效果。而画符念咒，这个诸位更容易明白。道教画符，这一笔下去，一道符画完成，一个妄念没有，这个符就灵了。它为什么灵呢？空间层次突破，看它定功的前身突破的层次多寡不相同，它真有效，沉则灵啊！念咒也不例外。必须一个妄念都没有，那个咒就灵了，就有感应。佛法告诉我，定功的层次很多很多。菩萨52个阶级，从初性位，二性到十性，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总共52个阶级。这个阶级从哪里分的？实在讲啊，就是他们的定功前身不相同，地位越高的，定功越深的，他突破的层次越广。他突破的越深，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对于宇宙人生真相能够彻底的明了，那个生活空间就扩大了吗？这一桩事情，所以释迦牟尼佛的高明，令人佩服，不是没有原因的。佛并不是说这个能力是我专有的，他不是这个说。他说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神通，是我们一切众生个个都具足的，完全平等的。平等为什么现在变成不平等了呢？
阿托婆，我们是自己造成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妄想、分别、执着，三大类的障碍是自己造的。只要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抛弃掉，你的智慧能力全都恢复了。所以，他老人家当年在世49年所说的这一切经教，没有一句话是他的创意，没有一句话是他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说，他4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要是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你毁谤他。那49年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丝毫自己意识在里头，这个话我们今天能肯定，能相信。为什么呢？有自己丝毫意识在里面，就变成障碍了。那自己一点意识是什么呢？决定是妄想、分别、执着嘛。那就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我们有意识啊，那我们有想法、有看法啊，佛没有，唯有没有啊。他这个空间维次他突破了，我们这一位有没有办法突破？他告诉我，你把你有把你的意识放下抛弃掉，空间维次就跟佛一样突破了。你放下的越多，你突破的层次就越广啊，你对于宇宙人生的了解越丰富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佛没有意思，经哪里会有意思啊？你们要在佛经上看到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佛哪有意思？佛有意思就变成凡夫了。凡圣的差别就在此，佛心清净，一尘不染啊！你看看唐朝时候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自己的真心是清净，是平等。是真实不虚的。佛菩萨跟我们大众一丝毫差别都没有，就是用心不一样，他用真心，我们用妄心。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虚情假意，不是真的。佛菩萨是真的，真的永恒不变，真诚永恒不变，清净的永远不染。什么东西是染呢？七情五欲是染。我们眼见色，耳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顺自己意思的就生了贪爱，贪爱是污染；不顺自己意思就讨厌，讨厌也是污染。中国人讲七情五欲，喜怒哀乐爱恶欲，这是污染呐。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
起心动念都是污染。把我们本能本有的智慧、本有的能力、本有的相好，通通的障碍住了。法藏何以能成就呢？法藏聪明，老师一教他就明白了，他就真的放下放下执着，突破了六道轮回的空间维次只要一切都不执着了，是法佛法通通不执着了，六道轮回的情形你就亲眼见到了，障碍没有了。你再能把分别放下，你这个能量啊扩大，声闻缘觉菩萨佛法界你通通都见到，设法界里面的障碍突破了，在最后把那个妄想再放下，你就超越设法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都是你自己生活空间，你就得大自在了，没有别的。佛法自始至终，从我们初学一直到成佛，这是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的，就是看破放下，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就是这两样东西辗转相辅相成的，达到究竟的果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一切状况，如果心里还有不平，不行啊。心里面还有贪爱，不行啊。这是妄心啊，真心里面没有自私自利，没有是非人我，没有贪嗔痴慢，更没有名闻利养，那叫真心啊。我们的功夫要在这里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经文里面看到法藏比丘给我们的启示。为什么他能放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他放下就成就，我们不肯放下，我们不能成就啊。经文里面教导我们修行的纲领，这是净宗的总纲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句话说的简单，这一句话里面的含义可太深太广如果我们望文生义，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书念通了、念懂了，真正得到这本书里面所说的功德利益？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心，
真心还要罚吗？要啊。为什么要罚呢？因为真心呢，已经被我们的烦恼习气遮盖。真心好比太阳，太阳阳光不需要罚了，可是现在是阴天，满天的乌云把这个阳光啊通通障碍住了，这才要罚。乌云是我们地面上显现的一种现象，绝不是太阳，与太阳不相干的。这个现在我们很好懂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坐飞机飞到云层上面，上面太阳很亮啊。我们可以穿过云层看到太阳了吧。那么由此可知，我们真心里头就像太阳一样，没有烦恼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分别执着是从妄心里面生的。这个道理我们要参透。发菩提心呢，就是要发起真心。真心怎么个发法？佛在这里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方法。许多方法里面最重要的，断恶修善，要从这里做起呀。哪是恶，哪是善？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十条。身分身口意三类呀。身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身的三善，为什么呢？杀的这个念头，嗔恚，嗔恚心；偷盗这个念头里面，贪心。这个淫欲里面，欲痴心，贪嗔痴在作祟呀。你这个心，这个不断掉，那它就产生障碍，障碍你的真心，障碍你的本性，障碍你的智慧，障碍你的德能，障碍你向好。所以佛教过，这个三条要把它断掉，不杀生。不但是不可以杀害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因我而起烦恼，我都有过失啊！令一切众生呢不如意，令一切众生呢没有安全感，我们嗔恚的念头还没有断，要断干净才行啊！这个里面的功夫层次那就很多了。不偷盗必须要做到，绝对没有丝毫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为什么呢？有丝毫占别人便宜念头，你的道心没断，道的行为没有，你的念头没断啊。要从这个地方去下功夫啊。恢复我们的自由，恢复我们的自在。啊，诸位要晓得，你只要有烦恼，你只要烦恼习气不断，你的人生你就不自由，你就不自在。啊，为什么呢？生不晓得从哪里来，死不知道从哪去，你的自由自在在哪里呀？人决定要像佛菩萨那样的智慧，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知道此界，知道他方，知道我从哪里来，将来我到哪里去，得大自在。这个能力是我们的本能，一点都不稀奇。啊，只是我们的本能被我们的烦恼习气业障障碍住了。我们如果把这些业障习气淘汰掉，舍弃掉，我们的能力就恢复了。你能够放下一分，你就恢复一分；放下两分，你就恢复两分；放下一两分呢，你的信心就具足了。哎，果然如此嘛！啊，对自己好啊，真有好处啊！这个佛家的教诲，他的宗旨，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我真的离苦了，真的得乐了。你越学越有信心啊？为什么呢？苦天天少了，年年少了，乐啊天天多了，年年增加了啊，烦恼少了，智慧增长了。这个里头才是真乐啊！真乐绝对不是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啊，这个财色名食睡呀，五欲六尘享受那个乐，那个乐是什么乐呢？我有个比喻，那是什么？吸毒、打吗啡，哎，那是那种乐，啊，给你一下的刺激，假的不是真的呀。啊，断恶修善了，破迷开悟的这个乐了，永恒的，它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啊，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啊，像这个泉水一样，源源不断向上涌啊，真正自在快乐。啊，那么我常常在讲习当中给同学们说的。真乐人不老啊！啊，为什么不老呢？他天天欢喜，他怎么会老呢？啊，中国谚语说得好，忧能使人老。啊，人常常在忧虑啊，老化就很快啊。天天欢喜不容易老啊，天天欢喜不容易生病啊。学佛确实可以做到不老不病，最后告诉你不死。你说这个多乐，这个多自在。世间学问做不到。啊，宗教里面有些宗教能做到，但是没有佛法这样的圆满。这样的究竟，啊，前几个星期从中国来的同修带来了一张长安一位老法师果林法师的照片给我看。
我看了非常欢喜。这个法师今年多大年岁呢？141岁，不老啊。啊，没有驼背呀，这个腰挺直的呀。仙风道骨，我看得很欢喜。啊，我听说这个老法师前些年曾经到台湾来看我，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美国，没有遇到。他还想到新加坡来，那么在我们新加坡，这诸位常常都知道啊，纵然没见面，都晓得许哲102岁呀，年轻人呢。他为什么不老？啊，为什么一生不生病？许哲一生没生过病，102岁没生过病。心地清净，真诚慈悲，生活简单。他一天吃一餐，啊，吃一点生菜，有的时候吃一个苹果就够了。啊，为什么我们一般人不够？啊，一般人三餐之外还要吃点心，什么道理？很简单，身体是个机器，机器的运作一定要有能量的补充。啊，饮食是能量补充。我们一般人这个机器是耗能量的，那你不大量补充啊，它就会生病了，它就不能动了，啊，要大量补充它。修行人，他心地清净，他运用的能量少，所以补充当然就少了，啊，大概我们身体消耗的能量95%消耗在妄念上，啊，所以修行人妄念少，与劳心劳力，劳心劳力消耗能量多不多？我往年初学佛的时候，跟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日中一食，他也是一天吃一餐。我跟他的时候，他的年龄跟我这个时候差不多，啊，70出头了。他的工作量是一般人的5个人以上的工作量。跟他见面一定在1个星期之前预约时间，临时去看他，决定没有时间跟你见面。吃的很少啊！我在那个地方得到这个结论：体能的消耗与劳心劳力都很少，妄念消耗的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你看他僧团里面他的学生，常常跟随他的1255人，那些人都是一天吃一餐。妄想少啊！啊，经典上告诉我们，阿罗汉1个星期吃一餐，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心越清净，消耗能量越少。啊，体力跟平常决定没有两样，这是正常的生活。啊，饮食起居都简单，
不求人呐、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自己没有负担，你说这个多自在，这个多快乐。这个得大自在，这里头有真快乐啊！所以世间人天天追求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我心目当中啊，天天在吸毒啊，天天在打吗啡呀。啊，那不是乐，那是苦啊！啊，苦中作乐，这是佛法里面讲的颠倒错乱嘛。啊，去发菩提心非常非常重要，要发真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决定不用虚伪。那别人欺骗我们呢？啊，陷害我们呢？随他去啊，不要放在心上啊。啊，如果要怕别人陷害我们，我们也用真妄心去对付他，我们错了，我们还要继续搞轮回。所以古人常讲啊，吃亏是福啊，这个话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眼前是吃了亏了，后福无穷。啊，后福得到啊，我们要到底要哪一样？啊，不要说别的吧，就眼前最简单的这个例子，我们眼前只要能肯吃亏。愿意上当，我们的寿命可以活100多岁啊！而且什么呢？年岁要大，不老，这个才好啊！年岁大了，老了那就不好了，要不老才好啊！我们要长寿，我们不要老，我们不要病，肯吃亏的人才能得到这个果报，不肯吃亏的人。得不到这个果报的，吃亏是福啊！啊，我对于古人里的成语啊，有很深刻的体会，“老当益壮”啊，越老身体越好，越强壮；越老越有智慧，越老越有经验，不糊涂啊！佛教给我们做怎么做，我们要真干啊！口决定不忘，别人欺骗我，我不骗他。为什么呢？他搞六道轮回，他走的是凡夫路，我走的是菩萨道。啊，菩萨决定没有欺骗别人道。啊，凡夫可以欺骗人，为什么？情有可原。他是凡夫，我今天要学菩萨，我还有凡夫的行为，那我是个假菩萨了，不是真菩萨了。啊，决定没有妄语，决定没有倭寇。啊，倭寇是粗鲁的话骂人。啊，决定没有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决定没有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人。我们要真做到才行啊！啊，心里面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名闻利养，决定没有贪嗔痴慢，要把它断干净啊！啊，成就自己是大自在、大喜乐。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离苦得乐，我真的得到了。
然后你对修学自然就会有浓厚的兴趣了。啊，你欢喜，喜欢学，这个法门，这个学问，在世出世间没有办法能够跟它相比的。智慧开了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世间任何疑难杂症到你面前来了，迎刃而解。啊，为什么别人解不掉呢？他烦恼没断，他习气又沉呐，智慧脱不出来呀。智慧才能解决问题，智慧才能过人生低等的生活。啊，这个低等生活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想象。啊，低等的生活，像许觉居士日中一食，低等的生活。啊，每一天只吃一点青菜。啊，他油盐都不吃，糖都不吃。低等的生活，最健康的生活，啊，最快乐的生活。这个世间一切种种对他丝毫诱惑的力量都没有。佛法里面讲解脱啊，这才是真正解脱啊，真正的得自在啊。菩提心从这儿建立啊，菩提是古时候的梵语，他的意思是觉悟，真正觉悟。啊，我们过去真的是错了啊，现在要把它改正过来。啊，改正初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这个难度啊，必须要有勇气、有决心、有毅力把它突破。往后这个路子越来越顺利了啊，越来越容易了，开头难啊。啊，你们读了凡四训，你看了凡先生啊，断卧修善，发愿做3000桩善事，10年才完成，开头难。啊，往后呢，越来越容易了。啊，我自己修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开头难。老师教给我看破放下，我懂啊。啊，初步把看破放下做到老师要求的最低的水平，我是6年呢。没有6年的耐心啊，没有这个毅力，你就不能成就，你就会被淘汰掉了啊。讲经说法讲台，我跟你们同学说过，我守老师的规矩10年，你要有这个耐心呢，你才把这个基础真正奠定，根深蒂固。啊，没有这样坚定的基础，发展就难了。啊，根基越厚，发展的力量越大。啊，在近代老一辈当中，最足以做我们榜样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的70岁才出来，
他急得非常之厚啊！啊，70岁之前默默无闻，啊，自己苦修，以后被人发现，他实际上弘法立身只有10年，80岁圆寂的。但是他这个10年的弘法，超过其他法师50年都不止。这个影响多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影响呢？积德厚，所以越是有大成就的人，他的根越深，他的底子越厚，这是一定道理。所以同学们千万不要落在名闻利养里面，那就完了。年轻出名不是好事情啊！啊，中国许多古老的谚语啊，有很深的学问，很深的道理。啊，谚语常讲啊，人怕出名，猪怕肥呀。你以为出名会有好事啊？树大招风啊！啊，你的冤亲债主啊，找麻烦的人全都来了，啊，嫉妒障碍集中在你一身呢。你要没有真正的大德，你招架不住啊这个障难，啊，往往就被摧毁了。古今中外这些例子太多太多，所以真正要在佛法上成就，弘法立身上成就，头一个名闻利养要断掉，边都不能沾，啊，能够一生都不沾染，那你的成就是究竟圆满。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教我们，昼夜常念善法，昼夜是不间断的，啊，常念的心善，思维善法，啊，思维是思想善，观察善法是行为善，这样才能做到纯善，利妄想分别执着才做到纯净，纯净纯善的就是发菩提心。然后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个名号，啊，什么名号呢？是我们自己真心本性的名号。不是别人啊。啊，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啊，从意思上来翻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啊，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是我们真心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那么我们要问了，我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呢，是像个什么样子呢？
这一部经上所讲的就是的。经上所讲的是提纲挈领，举几个例子而已，不是细讲啊，细讲讲不尽啊。所以一向专念，一向是一个方向啊，就是我们常讲一门深入。专念就是常时熏修，所以这部经是什么呢？这部经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本性里面本来具足的道理、方法、境界，不是从外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讲，他没有说过一句佛法。道理在此地，我们今天有在座出家的同修，什么叫出家？实在上说，出家就是选择释迦牟尼佛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什么行业呢？用现代的话来说，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行业。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把我们这个行业看错了，认为我们是宗教，那么事实怎么样呢？事实确实变成宗教，佛教变了质了。释迦牟尼佛看到也会流眼泪呀。原本是教育，现在变成宗教。所以我们发心做佛的学生，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做证明的工作。孔老夫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要向世界社会大众说明，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他教学的内容是什么呢？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绝不加丝毫自己的意思在里头。你明了宇宙人生真相，你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人生在世要快乐，要自在呀！人生在世活得那么辛苦啊，那就错了，要活得快乐啊。所以这个澳洲土著人都说，他们说人生的目的是快乐，人生的意义是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他这两句话我很欣赏啊。所以宇宙人生真相明了之后，你的生活就快乐。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人与自然万物是什么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天地鬼神呢，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现在科学家所讲的，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生物有什么关系？我们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出世待人接物，这才恢复到正常。正常，那就是佛菩萨的生活。啊，对待一切众生，决定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日常生活当中，决定是看破放下，看破是明了，没有一样不明了。啊，放下是放下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自私自利，决定没有贪嗔痴慢，啊，决定没有是非人我，所作所为决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啊，真正做到舍己为人呐，啊，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一生当中，不要说是身口不造恶业，都不会起一个恶念。你说这个人多自在，多快乐啊！大自在是从这个地方得来的。啊，这个里面就是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觉悟啊，这就叫阿弥陀佛。所以这部经，经的名字就叫阿弥陀佛经。啊，古人称它做大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称为大阿弥陀经。啊，还有一个小本的阿弥陀经。啊，小阿弥陀经，隋唐大德，啊，他们非常有意义。他们在这个两部经上啊，把华严经也拉进来，称华严经为大阿弥陀经，啊，称无量寿经为中本阿弥陀经，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有大中小三本啊，大本说的详细，可以说对我们整个社会啊，我们的生活层层面面都说到了啊，有非常精彩的理论，有非常周密的方法，让我们恢复到天真，恢复到自然。现在人所讲的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得大自在啊！像这些。真实的教训啊，特别侧重在24品三辈往生，25品往生正因啊，这2篇真实教诲呀。我们应当要尊重，应当要发清净的信心，认真努力去学习，在学习过程当中，愿一定在先，
一样没有志愿，你修学的功夫就不得了。所以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导我们，不仅是净土了，教我们发好四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句话怎么说呢？众生，特别是苦难的众生呢，无量无边呢，我们要发愿，要发心去帮助他们。啊，帮助他们离开苦难，尽心尽力去做，那就是圆满。帮助一切众生里面最重要的，一定要懂得，是教导。佛这个说法，跟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谋而合。在中国古籍《礼记》里面，《学记》这一篇可以说是我们中国教育哲学，里面有两句很重要的话：“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是给古时候帝王讲的。你建立一个政权，建立一个国家，什么最重要呢？教育最重要。如果把这个问题疏忽了，你这个国家决定动乱，你这个国家决定不会长久，这是肯定的。古时候重视教育啊，一般民间圣人说得好啊，教儿婴孩啊，教你的子女婴孩时候就教啊，教夫出来啊，你娶媳妇了，他进门那一天开始教他。为什么呢？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中国儒家教学从胎教开始啊。啊，母亲一怀孕就知道自己起心动念、言语动作都会影响胎儿。凡是有不好的影响，通通都要禁止，他才能做到母亲的责任呐，爱护子女。现在人不懂啊，所以今天社会上乱伦的事情太多太多，啊！最近诸位都应该都晓得，尼泊尔发生的这个事件，这个在佛法里面忤逆罪，杀父杀母，啊，连兄弟姐妹统统都杀掉了。自己也死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教育失掉了。儒跟佛的教育，它的中心思想是孝道。
人人能够尽孝道，一家和睦，家和万事兴，家家和睦，社会安定，国泰民安。教育是大根大本，我常讲四个教育，只要把四个教育做好了，天下太平。第一个是家庭教育，第二个是学校教育，第三个是社会教育，第四个现在人讲的宗教教育。现在在外国称宗教教育为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这四个教育要办好了，社会安定，天下太平，人民幸福。所以今天社会动乱，全世界人心不安，毛病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这不是政治问题，政治不能解决，也不是军事问题，军事不能解决，科技、经济都不能解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出在教育。诸位要晓得，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学校教育也没有了。现在的学校教的是什么？教的是科技，是一种技术的训练，不是教育。教育是教你怎么做人呢？教导你人与人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兄弟的关系，君臣关系，朋友关系，是把这些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你都能懂，你就会做人了。今天学校里头没有这个教育了。我记得我在初出家的时候，在台北圆山灵济寺，那刚刚出家没多久，我们那些小和尚，每一天也给常住做工作。我的工作是打扫那个院子，大门口那个院子，我们有三个人轮流扫那个院子，院子很大。有一天我就看到几个学生，三四个学生，从我们那个山上啊往动物园走，那个动物园可以从那边上去，不要进大门，不要买门票啊。我看到这几个人那些态度，我叹了一口气，可怜的青年人，可惜没受过教育。这个话被他们听到了，回过头来找我。找我理论，告诉我说他们是台湾大学化学院四年级的学生，你怎么可以说我们没受过教育？我听了之后很高兴，我难得啊，你们是台大化学院四年级，我说那我向你请教啊，你讲讲给我听，什么叫教，什么叫鱼，什么叫教育，我出三个问题，你讲给我听听。他讲不出来啊。倒过头来问我，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不但你们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受过。他眼睛就竖起来了，他怎么会？我说你会吃饭吗？你会扫地吗？我说我摆四个菜，你知道这个四个菜在哪个方位摆，你懂不懂啊？他真的就愣住了。我给你四个菜，四个菜有阴阳五行啊，
你方位摆错了，是你没学，你没学过吗？你不会吃饭，你不会走路，我们在扫地，那当然你更用不着，你都没学过。这些东西在哪里呢？在《弟子规》里头啊。我说的是那个时候学生还不错，还服，还很谦虚来请教。他说：“那现在我们这个大学算什么呢？”我想了半天，我说：“不能叫学校，应该做什么？高等知识传习所，这个名称可以。你们学的是高等知识，你们连小学教育都没学过，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他还有叛逆，他不懂得孝顺父母，他不懂得尊师重道，他主宰他的行为呀，那都是厉害。与他有利的是朋友，有害的就是敌人，没有道义，没有人伦，没有道义，实在说起来可怜呢。今天人不如畜生呐！畜生吃饱了，他都不害其他的小动物啊！人常常存着邪恶的心，非常可怕啊！那社会教育，你们想想，现在电视是什么？教的内容是什么？电影教的是什么？报章杂志那些是什么？网络的内容是什么？出生下的小孩眼睛一张开就看电视，先入为主，他就在接受电视的熏陶。稍稍长大了，学电脑了，就天天接受电脑的熏陶。所以今天许许多多家长来给我说，法师啊，儿女不听话了。很多老师来给我讲，学生不听教诲呀。我点点头，没错。如果儿女听话，学生听教诲，那奇怪了。为什么奇怪呢？他不是凡人，他一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凡人哪有不受社会环境染污的道理？他为什么不能听话，不能调教，天天被社会污染呐，被电视污染呐？所以这个魔。佛家常讲魔，这个《楞严经》上告诉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魔王当道啊！妖魔鬼怪冲遍了这个社会，妖魔鬼怪是什么呢？电视、电影、网络。那是妖魔鬼怪啊。一看现在年轻人，我看他们穿的衬衫，那里画的图都是妖魔鬼怪。看到的恐怖啊。从这个地方反映出来，反映出现在青少年的心理。可怕了。这社会教育。宗教教育流入了迷信，经典里面这么多的好东西，不拿出来研究讨论，自己不能好好的修学，不能好好的去劝导别人，所以今天四种教育都没有了。天下焉能不乱？
众生怎么能不苦呢？我们看在心，悲悯的心有啊，不是没有啊。我们全心全力来帮助这个社会，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活一天，我还是要干一天。我们在新加坡这个四年啊，由于李木原居士的支持，他的拥护，使我们能在新加坡每一天讲经啊，使我们在新加坡能够培训讲经弘法的人才。这个四年来已经有了成果啊，我们培训班培训的同学在马来西亚、许多净宗学会巡回弘法讲经得到好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成绩被社会大众肯定啊。那么最近我联络台湾的悟道法师，他的信件已经来了，希望台湾聘请你们到那边去讲经。我们讲经时间不要太长，绝对不要超过一个月，大家轮流去讲。在下面呢，我跟大家安排的是澳洲、美国、加拿大、南美。希望培训出来之后，你们是国际上的法师，要对全世界弘扬佛法，弘扬净宗。我们到处劝人为善，劝人回头啊，劝人觉悟啊。我十月份去访问美国、加拿大，目的是跟你们去铺路。前面跟诸位说过，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们选择这个行业，就是社会教育、义务教学。我们不祈求报酬的义务教学。我们要尽到这个责任。把佛陀的教训，把佛陀教导我们宇宙人生的道理、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我们要向全世界去宣扬，会有助于世界和平，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人民幸福。前天我从澳洲回来，我们在澳洲建立这个小道场，我在此地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澳洲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我们净宗学院，这个大概就是佛教教育
是在全世界被国家承认的第一个。我们不是办普通学校，我们是办净土宗的学校。这是澳洲政府承认了的。所以我们现在要非常认真培训师资，将来学校办了，老师在哪？没老师不行。所以希望你们认真努力。我的预定3年。3年以后，我是准备2年以后我就建学校。建学校我预备是1年的时间。学校建好之后，我们就开学。我们向全世界招生。我们学生名额预定的时候100个人。还是用小班制。我每一个班呢5个人。所以100个人有20个班。那我需要有20个老师，有20个助教。当然不能够这是就这样子定在20个。如果老师生病，老师请假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有30位老师，30位助教。将来我这个学校里大概年一般工作人员年学生呢200个人，我预算200个人。我们的学生全部免费。衣食住行我都负责供养。我们学习期间呢，普通班2年，正科班3年，研究班4年。就将来到澳洲这个学校里面去，可以拿学生签证。这些事情澳洲政府都帮助。这是个非常好的讯息，因为净宗在全世界其他国家了不少成立了净宗学会、净宗学院没有，这是属于成绩教育机构还没有，我们得到这个澳洲政府的协助，第一个这个净宗学院在澳洲建立，真正培养佛门讲经弘法的人才。那么看这个实际上的需要，我们除了净土宗之外，其他宗派也可以开课。将来这个学院呢，可以发给学位，可以授予学位。那么也因为这么一个关系，我在澳洲的时间呢会多一些。上一次跟诸位约定，我们现在还不改变。每3个月当中呢，我在澳洲住2个月。那另外1个月的时间呢，我用半个月到新加坡，半个月在香港。这半个月来呀，我在这里讲经是每一天连续讲半个月。所以讲经的时间呢还是一样长，没有损失。因为我们现在是1个星期讲一次。下一次我来的时候就是1次讲2个星期。然后到香港呢，也是在香港讲2个星期，我再回澳洲去。那么讲经我每一天准备是讲4个小时。这个时间呢通通在摄影棚里面，在录像室里头。我想在我80岁之前我还有这个体力，还有这个精神。每一年呢讲300天，每一天讲4个小时。这6年当中五年当中总共6000个小时。6000小时我要把这个80华严、40华严、法华经、楞严经、净土5经一论通通讲一遍。保存这个录像带留给大家做参考。那么同时讲的这些东西呢，可以在全世界有许多电台他们都在播放。那现在我们知道的
美国有七个这个电台在播放我们东西，每一天平均有1个小时。啊，这个夏威夷也在播放，夏威夷好像是一个星期是有2天，这个澳门呢1个星期有4天，那么在台湾最多，台湾大概每天有4个小时，它是不中断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提供他们这些这个录像带，提供他们。那另外的时候呢，我们就做这个光碟流通，这个是往后啊我自己弘法利生的这个动向。那诸位要问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告诉诸位，佛菩萨安排的，我一生都是佛菩萨替我安排。澳洲的签证出乎意外，我们没有想去拿澳洲这个签证，这个办这个净宗学院呢，也是我们不敢想象的，都是很自然成就。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佛菩萨冥冥当中的安排，绝对不是人为。澳洲我认识的朋友很多，甚至于认识他们的官员都很多，那么我拿的这个签证没有人敢想象，我自己也不相信，居然澳洲政府给了我，所以我非常感谢他们的政府，可以说在澳洲天时地利人和共同居住，这三点呢，最重要的人和人事关系，我跟他们的联邦州政府地方政府关系处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的学院一定要办成功，决定不能够失败，他们对我们有很高度的期望，我们也要为中国人争面子，不能在国外做丢人的事情，一定要把这个学院办好。那么今天虽然没有讲到这个经文，把这个前面的这一大段呢，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总结里面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发心，要真正觉悟过来，真正清醒过来，这个人生在这一世当中，时间非常短暂不必过分去计较，佛教给我们随缘度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最要紧的是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断恶修善，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才是永恒的成就。我们中国古人讲啊，人生不朽的事业。其实中国古人讲三不朽，那还是不是永恒。为什么呢？地球会生灭。将来地球毁灭了，你立功立德立言，也都跟着消失掉了。佛法这个教给我们三不朽啊，那是真实的不朽。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坏了，我们可以到他方世界，确实可以移民到他方世界，世界无量无边的，都是我们生活的空间的。所以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道德，光大自己的智慧，这是我们人生真正的目标。我们要在这个上面去努力。人生的意义就是帮助这个世间一切苦难众生。帮助里面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所以释迦牟尼佛，我们知道他的历史，他是王子出身，他为什么舍弃王位？他知道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政治做得不究竟不圆满，我们在经典上看到年轻的释迦牟尼武艺高强啊，他可以做将军，可以做元帅，他也不干。他知道帮助苦难众生的军事做不到啊。最后他想的这个方法，他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一生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这个了不起。他教学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效仿。他老人家在世49年，天天给大家上课没中断过，他每天上8个小时，我们的体力比不上他了，我今天只能上4个小时，8个小时我受不了。他确实是我们的好榜样。49年教学没有中断过，所以我们是以教学为最主要的。社会上其他福利事业是我们的助行，我们也做，但是我们主要是做教学工作，主要是办教育。那么能够有这个缘分在澳洲正式办一个学校，这个的确是稀有因缘。佛菩萨给我们安排，那我们一定认真努力去做。那么对于有心认真修学这个法门，求生净土，在新加坡这几年来例子很多，我们亲眼看见。2个月之前，我们还有一个莲友欲知实质往生者，那名字我记不得了，李牧原居士告诉我，他的家里的眷属我见过面，他的女儿媳妇跟我见过面，老太太跟他家里人讲，明天早晨5点钟我往生极乐世界，特别关照他家里人，我不是死，我到极乐世界去，明天早晨5点钟去。到第二天早晨，我听说3点多钟他就起来了，洗洗澡，换换衣服，一切准备好了，确确实实5点钟他就走了，所以他一家都幸福了。那么这样的事情这几年在这个新加坡很多了。还有更高明的时间可以延缩。去年
有一位往生的，叫老太太找李牧原居士。他走了之后啊，叫李居士替他办后事。那么李居士正好要出国，这个时间正好是他出国的时间。所以李牧原居士跟他讲，就是要不然你提早几天，我替你办好事情我再走，或者呢，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回国之后啊，再替你办事情。这个老太太很难得，提早了。提早走，李牧原居士给他把事情统统办好，大概在他出国前三天办好，他去出国办事去，生死自在呀。想延后几天办得到，想提早几天也不碍事。这个在学佛，这叫真正成就。他为什么能这么自在呢？我们再仔细观察这一位同修平常啊处事待人接物，他没走的时候没注意，也没想到。他走了之后，我们细细想想，这个人心地啊，清净、平等、慈悲。我们听说，他的媳妇对他非常不好。媳妇自己也承认，但是他在外面呢，称扬他的媳妇，我的媳妇好啊，非常孝顺啊，从来没有说是一句恶言说他媳妇。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的心清净，只记别人的善，不记别人的恶，这一点他做到了。换一句话说，决定不会把别人的不善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聪明到极处啊，这是真实智慧啊，清净平等慈悲，他往生这个能够自在。由他自在的道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介绍到此。